如果你第一次打到尾翼的 M1A1 Thompson 有笑出来的话，帮我点个订阅和喜欢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打了这一把 Thompson 的第一发了以后，我确实是真的有笑出来，原因是因为它的 recoil 真的回馈感非常非常的好，那也让我非常惊艳。因为之前我有跟你们说过，我目前手上有的后坐力最大的枪就是你身后的这一把 M14， 所以这一把当我开了第一枪以后，我就觉得它的后坐力回馈感真的让我非常惊艳。那我们就接着先赶快的来开箱给各位看吧。好，那这个盒子实在太大太长了，所以我换一个地方来开箱给你们看，这样画面会比较好一点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由 WE 所出的 M1A1 Thompson， 这是它的外包装盒，你们看一下，它这边有写 M1A1， 然后这个是它的授权贴纸，包含这边都有原厂枪的 logo 在这里，这把是有拿授权的枪。那我们就赶快打开给大家看吧。哇，这一把枪真的好漂亮。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附了什么东西。它这个是固定在上面的，那我们先从这个开始。这个呢是它的短弹匣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原厂的30发短弹匣， M1A1 Thompson 的说明书，爆炸图，那这个就是神龙填弹器，之前有买一个还不错用，长相形状有点奇特，希望 YouTube 不要把它当成是奇怪的东西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现在这个就是50发的长弹匣，给你们看一下长度的差别。那再来就是重头戏了，枪本体。哇，质感真的很好。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好了，枪身部分的细节。这是它的刻字，然后翻到另外一边，你这边也可以看到它写 Thompson Submachine Gun， 只是它这边的刻字是写 6mm， 就不是.45 口径的。那包含这里射旋钮的部分，上面都有刻出来，跟上面这个也是很漂亮。打开来看了以后，这一把枪的质感真的是还不错。那原厂它附的这个是仿木纹的胶托，就不是真的木头。那当然上这个就是盒子里面有附赠的所有东西。那我们先换回我们枪柜那边，我们再继续跟大家介绍。好，那我们换回到枪柜这边，我们再来跟大家讲讲这一把上面的一些细节。那我们先看到弹夹这个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气阀这边开始拿到的时候灌气，有些玩家会发现它怎么会从这个上面漏出来，原因是因为你这个压下去的时候，它原本气阀是卡在里面，所以新的弹夹刚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把这个先向压下去，压下去以后你气就把它灌了。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枪，它去撞气阀的这个顶针是做钢的，相对来说耐用度会比较大一点，因为它是延时闭锁式的设计，这把枪其实有忠实的还原出来。那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，它其实是靠这个力道去撞击气阀，所以其实这个应该也是承受蛮大的力气。那这边原厂就是做钢制的。那我们先把这把枪拿走一下，因为有一个更特别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。在这边 ，RA Tech M1A1 Woodstock Kit， 刚刚这上面的字你们就知道了，它是给 M1A1 的木托组。那在这边也非常非常谢谢 RA 寄这一组木托组给我，直接帮我升级了原木套件。那我们就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非常非常漂亮的木托。先看到这个 Patch Airsoft Taiwan， 那这个也有自己的频道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。然后这个就是 RA 他们自己的 Patch。那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，除了 M1A1 定少不了它的实木套件。那再来这个就是枪托了，其实料真的还蛮实的，很沉。那这组套件呢，我会马上把它换上去给你们看。嘿嘿，那你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换装完成了，你可以看到换上去的质感真的好，非常非常的多。我拿这个握把跟你们比较一下，那其实唯一原厂握把我已经觉得做的还不错了，换上木托套件了，真的就是锦上添花。这把枪本身就非常漂亮，再加上这个实木套件，质感大大的提升，因为就是喜欢这种木头的温润感。那这个就是换上去的样子，这把我自己也非常期待，听说它的后坐力非常非常的大，那我们就赶快的先来打给大家看吧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到靶场来，我们就要来体验一下这一把 M1A1 Thompson 芝加哥打字机。这一把的后坐力在之前我就听说还蛮大，这把枪也出了一阵子，现在终于有机会来体验。不然之前我打的都是 Marui 的 M1A1， 它是电枪，就不会像这一把一样是有 blowback 的。那我非常期待，我们就赶快先来打给大家看吧。好，那我们先跟大家讲讲这个弹夹，它可以设定是无弹不后定，所以你往前推的时候，它这个就一直固定在下面，等于说你打完 BB 弹的时候，它这个不会上来，你就可以一直打这样，但就不会有弹，它也不会后定。那如果你要它会后定呢，就把这个拨杆往后拨，它现在就是松动的状态，打完的时候它这个顶起来，枪机就会后定在后面。那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要怎么装弹夹。它这样装上去了以后，你其实可以直接推，那稍微用点力拍一下，确定它有上就 OK 了。那它要怎么卸弹夹呢？这个其实我们要这样卸，你会被后托卡到，它这个往上推，这个就可以拆掉。那我们比较难用拇指这边去推上来，手没有到那么大，除非你是这样握的时候才有办法这样去推它。那这个就是它的射血钮，我们先看到前面这边，往前指是 full auto 就全自动，翻过来就是半自动。后面这个呢，目前是 fire 的状态，如果你要开启 safety 就是往后拨。好，那这边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它的短弹夹，那你们可以看到它枪机其实是固定在这个位置，这种就叫延迟闭锁式，它就跟我们一般的 AR 是不太一样的。就先打单发的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真的不得不说它的后坐力其实真的还蛮大的，蛮爽的，再试试看。那感觉其实怎么讲，一定不会有比真的 Thompson 还要大，可是我觉得以玩具来说，后坐力的回馈感还蛮好的，后坐力的感受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大，这把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枪。那我们接着再来试试看连发给大家看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打一下连发的给大家看，用的就是长弹匣。It's gonna be fun. Woo! 它的后坐力回馈感又比单发的还要更明显，我再试试看。它这个的后坐力爽度真的非常高，而且你看它的枪机在里面这样痛痛痛痛痛的时候，你真的会有拿着真铁在打的那种感觉。当然后坐力还是一样，不可能比真铁大。它的操作把玩，我个人也是觉得非常拟真的，打起来真的很爽，好玩的一把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测一下初速，一样使用12公斤的瓦斯，1.5的 BB 弹，我们打了10发。
突数大部分都落在90以上，有的时候会有到100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一把的娱乐性真的很高，而且换上 RA 他们做的这一个实木套件，质感真的有提升蛮多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那种木头的温润感，这把是非常非常值得收藏，它应该也算是我数一数的体验到玩具枪后坐力比较大的一把了，射击感真的很棒。那我们再回枪柜那边，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一下这把枪吧。好了，那我们从靶场这边回来以后，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尾翼他们出的这把 M1A1 Thompson。 之前我在开箱 Marui 的 M1A1 的时候，其实它历史跟一些背景我已经有大概讲过，那我们这边就不再赘述。今天分享这一把有 blowback 版本的，而且这把枪比较特别的是唯一有拿到授权，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刻字的部分真的是刻好刻满。它的售价其实也不贵，我记得市售价的话好像台币8800块，虽然不是木托，但它至少是一把全金属的二战枪，而且它的后坐力回馈感以及它的把玩操作性真的都非常不错，连这种延迟闭锁式枪机都有把它设计出来，这一点让我非常非常惊艳。当我拿到这一把的时候，我已经完全抛弃掉 Marui 的 M1A1， 有 blowback 才让我真的觉得这把枪有那种打字机的感觉。那这把枪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，它是二战时期的产物，在持枪的时候，我个人是觉得它的人体工学真的是没有很好，而且你看早期的冲锋枪就这么大一把，这其实以现代冲锋枪来讲它算蛮长的，而且它又是固定托，它的 size 主要是比较符合美国人的手型以及美国人的身材，其实亚洲人拿起来的话我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舒适，你会觉得一切东西都偏大这样子，没有那么舒服。不过这把也是二战非常经典的一把枪，很高兴我也有把 blowback 的版本做出来。这把枪的很多设计我个人是觉得还蛮优异的，我觉得它在仿真这一块是真的做蛮好，该用钢材的地方也几乎都是用铁的，就不会是用亚铅这样子。搭配 RA 的这一组木套木托，质感真的爆棚。也不是说配塑胶托不好，只是你没有那种木头舒服温润感，就是少了一个味道。总而言之，真的让我非常非常惊艳，我很喜欢它的外形以及它把玩时的操作感。那在这边也非常谢谢 RA 他们寄了这一组木托跟尾翼 sponsor 我这一把枪，让我有机会来分享给大家。这把其实出了有点久，只是那时候想说我既然已经有了 Marui 的 M1A1， 好像也不是很需要再入手一把 GBB 的版本，真的打了以后真的是没有办法比拟，这把玩起来真的太有感觉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